我的小驴人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咋你那表现怎么了？真的，跟你们说点心里话吧，真是。现在这有些人啊，说真难伺候我，我这一看。就和游泳一样。老难伺候了。打大号呢，说你玩的菜死了，哎，就是菜。玩小号呢，又说你打低端局儿。队友死了呢，说两句就说怪队友。队友不给你干干呢，上来说你两句呢，耶，给我干他。你不能给我放点技能吗？你不学技能的吗？你生的啥呀？哎，你为啥不放技能啊？还有的为啥是中路是女警啊？你俩能玩了不？踩在浪花上。Q 啊！我的人头啊！我一级啊，兄弟，我这可上不去。先回头升级，还没抢到人头，两个助攻。哎，这边皎月应该是掉线了。说队友两句呢，就说怪队友。那队友又听不着我说话，能听着的只有你们。这不三分钟回家了，要不你俩上中路跟他对线来吧，我这太难受了这。我先来个，算了，我还是来这了吧。莫甘娜辅助我一波，行。这扣给你扣的，别去了，别着急。哎，这莫甘娜呀，哪有这样的？那旁边都没人，怎么能上去呢？这六级我指定给他俩杀了，等一等吧，现在就算了。你瞧，也不知道干啥呢，也不知道想啥呢。
我溜了，其实不一定能秒得了他们俩，因为他加血还有虚弱。你看那莫干了，来完一波不来了。你说俺们三个人加个剑圣杀的女警加这小猫，这不随便杀吗？你说是不是随便杀？人没了，来呀！我自己秒不了他。随便杀吗？你说，海上啊，这海上有点上头了吧？你给我扛一下塔。你不给我扛塔，我咋上啊？他没打算用我，那不用就不用呗，不用我还上啥呀？不用他就杀去呗。蓝又没了，就玩个游戏啊，中路俩人，辅助送完人头打野送，打野送完人头，辅助来抢人头，辅助来抢完人头，蓝给你拿了，咱也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玩。然后这种有大就能杀的玩呢，哎，就知道刷野，快点来！可是像点人呢。哎，对不起，这大撇的有点随意了，稍微。这大撇的稍微是有点随意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怎么回事？这大撇的，抽他呀！嗯，他指定得放 R 啊！耶，居然不放！你不放 R， 我不放 Q， 随便，你爱放不放。挺能躲，我天！我就下路带线去了。那文音来中吧。
这波没达到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！这怎么能没达到呢？谁的传送？跳就到你前面去了。一下呀、啊！我都不知道他点什么玩意儿了，你点啥呀？哎，你这有什么好点的呢？我操了，我他妈一个中单，我还不能吃单独吃会儿馅儿了？就你会点啊，就你会点，我不会点。就你会点。哎，塔都不给你。打个红的，加油，快跑！哎，对，我是这么个辣，我都不救他，你还救他？你救他，你自己不容易死吗？要不就跟你们说，这黄金四个，不是黄金，黄金一到白金四个局儿啊，最难打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这人呢，就是脑子都有点病。十个人里边能有八个人犯病了。不是，这太自私，你知道吧？P
脾气又不好又自私，你说我一个中单，我中路帮你，就是我中路跟两个人对线对了这么长时间，我来下路收点兵没毛病吧？你跟莫甘娜去一块，那他是我辅助是你辅助啊？咱们单线英雄是不是得吃点经济？我中路一开始我也没换，我让你吃那么多经济还不够意思啊，兄弟。哎，反过头来开始骂你，你看着没？哎，说你没妈。开送，那你说我要是送了，我跟他还能有啥区别？你说我要是开送了，我跟他能有什么区别？那我剩下那几个队友我怎么办？人家招谁了？人家野谁了？我开始送。要不就跟你说难搞的吗？并不是说怪他们，有时候不干人事儿。你说那王八，你瞅那上把那王八，我说你能不能中路抓一波？我不会抓，给我来了一句我不会抓。你说这是我队友能说出来的话吗？像不像人说的话？一个正常人，你说他能说出来这种话吗？要不就是不正常吗？太自私，哎呀！你说这中单打了18分钟，有一个蓝没有？没有吧？哎呦，这暴击了！美意刚才差一点点没出来，差一点点。不是意没按出来，是意没好，西地没差了一点点。来个这个吧。我倒也不是说心态差或者是咋地。不过无所谓了，反正这把也赢了，就是随便玩吧，都可以，想咋玩咋玩吧。有没有资源，有没有经济，又能怎么样？我们的目的不就是让游戏结束吗？结束这场游戏。嗷！你早挂机了，打野不让蓝。那你说你跟这些
脑子不正常的人，你说你跟他们有啥区别呢？那还你跟他们不没？